是在庆祝时节之前，也经历了等候的时期。先知虽早已预言弥赛亚的来临，然而经过了漫长无言的430年，先知们沉默的一代一代盼望等候。在我有生之年，我能等到弥赛亚吗？我会活到先知预言应验吗？我们会得释放吗？一代代皆翘首等候，等候一位君王的来临。